后第一次是来干嘛？第一次，很美，空气很好，环境也好，特别好。但我更爱青岛。吃饭了，来上海吃东西。我请客。帅，可爱，善良。这种很正式的采访，有点不大适应啊。我不是啊，我记得吧。现在有点拘谨。但有时候心情不好，我也不会把我心情不好的那一面表现出来。希望你们过得好吧。如果是因为喜欢上我，能让你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，给你们更多的动力，让自己的人生变得越来越完美，这就是我能带给你们的东西。所以，加油吧！